路口监视器拍下，碰好大厦轿车狠狠撞上机车，骑士被撞飞滚上引擎盖，被一路推行撞摔倒地，当场失去呼吸心跳。但再看一次撞击瞬间，女骑士疑似在路口鬼切左转，内车道直行车来不及闪，狠狠撞上。 肇事驾驶是名警察，开车上班途中闯大祸，焦急正在路边挥舞双手指引救护车方向，被撞的74岁阿嬷送医不治。双方均未有饮酒情事，肇事责任目前厘清中。 轿车左转，好像没在看，弟弟弄撞翻骑士，害得他前滚翻，惨摔倒地。撞上瞬间，女骑士左腿被夹击摔了好大一跤，画面曝光网友惊呆，看了觉得腿好痛。切西瓜式的提前左转，根本是在赌别人的命。那陈女四肢擦伤及左脚骨折，送医。 警方更透露，在阿联这个危险路口，半年违规就高达175件。汽车转弯没再看，把骑士撞到骨折。原警上班途中遇到疑似鬼切的阿嬷，车祸撞死人，肇事原因还待厘清。记者侯国文、叶振云、郭怡珍综合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。 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